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有件事儿，我也必须要提醒你。你说。这次月光白的事件之所以会发酵的这么大，是因为有人在网上泄露了月光白的核心配方，当时本来就是副线产品，原料用的本来就不好。所以对应只是个由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 那个爆料的人叫林思乔，你认识吗？我去查了一下，这个人跟刘助理似乎是旧识。鉴于你们俩现在的关系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跟刘雅礼暂时需要保持距离。我知道。 但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了？病人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他的阿尔兹海默症已经恶化得很严重了，想来可能连你们都认不出来了。 你怎么在这睡啊？你会累了。嗯。你饿不？我帮你去热饭。我不饿。情况怎么样？我爸没事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得接手公司所有的事情。花月的开发要暂停。 你也得停止一段时间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真相，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相信你。今天我爸醒来之后。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